鲍鱼铺在便当上，让人看了口水直流。还有一大块的乌鱼子，直接放进生菜了一搭配着吃，清爽海鲜，口感充满整个口腔，香气满溢。新鲜的海产美食料理全都来自云林，而且不用舟车劳顿，在六一快速道路的口湖休息站就买得到。 大家拿着购物篮，在休息站的商店逛街采买里头卖的通通是云林在地的农海产。云林县府为了推广云林在地农渔特产新设置的专卖区，可以说是来针对我们云林县，无论是山区的农产品以及海鲜的这个渔产品，而可以三海一家亲。我想来一次口湖休息站，你就可以啊尽享云林县所有的美食。尤其乌鱼子跟鳗鱼是我们的民间商品，因为很多游客必经的地方就是口湖。 那一定会来我们店铺买那个什么乌鱼子跟鳗鱼。县府表示，云林的农渔特产一直都很受欢迎，但担心疫情影响，游客减少会降低销量，因此在休息站设置专卖区，让民众到休息站休息时就能采买到云林在地的特色产品，让辛苦的农渔民也能开拓一个新的销售管道。华视新闻林春晓岳武建宏云报道。